藏五十一片的第四首《十命必达》，前奏两个八拍，五序六个八拍，两面墙的舞，重心左脚右脚起步。我们现在分解，重心左脚右脚起步，第一个八拍，右脚前点侧点，做一个随手舞，后旁旁。第五拍，左脚交叉，左转九十，右脚后踏，一个退交的舞。第二八拍，右脚后上层，尾重心两步左转一圈，一百八，一百八。右脚前上层，尾重心一个退改的舞，退一前。第三个八拍，左脚下层，尾重心一个交换步，左转两。然后做一个掌手步，右侧人尾重心掌手步，交叉侧踏走收。第四个八拍，左脚交叉停，右侧踏再交叉再侧踏，一个随手步左转九十，后转前，右脚前踏。左转一百八，第五个八拍，右脚前上层，尾重心，这个退了啊。第四拍做提取，同时开始往上开始，啊，做右推步。七八做交叉下层，尾重心，七八，啊，第六个八拍，我们这个推步左转就是踏并左转，再做一个。左转一百八，退交换步，退并退，后排横步，退并前，踢踏踏，踢踏踏，有序结束。我们现在数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二二三。三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加四二加三四五加六七八五二加三四五加六七八六加二三加四五加六。七加八，不去解释。跳完第六面墙，要加一个八拍的加拍。那面墙的是十二。那我们现在分解这八拍。重心左脚，啊，右脚前踏，左转一百八，再做一个一百八，然后退交换步，海岸步，踢踏踏。就从头开始，所以呢，第七面墙会从十二点开始掉。那 ending 的部分，我们会跳到十二六点。ending 的部分，我们会跳到六点。六点的部分，直接做海岸步以后，踢踏踏不跳，直接做踏步。好，我们做海岸步，直接前踏，跟着音。